干巴的走。好，大家玩，稍等我一下。好，老牛早，长月早，卡修早 ，AKB 猜拳大会，所以他们那边有叫，应该说我分享什么猜拳奥义吗？啊，月龙早，好，我们来打一下这个 MHSD。哎，水上早 ，Never Dream 早，哎 ，Sam 太早。这游戏做的还不错，所以打一打。然后我在想，我魔法使之夜该来处理了。野球拳是猜输一次脱一件吗？我想到我小时候看那个什么第四台那个野球拳，好像玩一道要20块，干超贵。就看预录好的影片。脱光光哦，那不错啊。欸，所以我现在要去哪里？什么叫做副交权？来踢多端安。欸，这边也有，我们这边也有自己家。不是一个你家就是我家的概念。所以现在要去哪里？我看一下哦。哦，我们要去找雪山草，我想起来了。对啊，真的不用回老家，少了迷路机会，没错。老牛说出我的心声，真的，这样就不用回家。唱个曲吗？雪山潮过去，过不去。等我一下。昨天有看蛋总有黑凯跟角龙哦，感觉很棒。前面有公车站，我们去弄一下。我现在想收斩龙啊。应该是有斩龙啦，你看毕竟都有斩龙装了，没有斩龙很奇怪吧。而且封面怪应该几乎都应该都是有到的。啊！老牛说什么王子？这个游戏我稍微翻了一下攻略，没有几家攻略东西是起的。这个游戏没有什么人气，老实讲，在日本那边人气也不高，一定都是那个猫长太丑啦，真的。那个猫长太丑，然后你又坚持不改。
不然这个游戏的画面以 3DS 来说是好的。哎呦，都不是在看我哎、欸。干，要喝热饮哦。哇，糟糕，麻烦了，怎么打？真的啊，你看多少人为鲶鱼长得丑都不想玩这个游戏，很现实的问题嘛，是不是？对啊，我是觉得他应该不是猫啦。怪鸟。有影哎、欸，我确定有影蜘蛛，蜘蛛我确定有。之前官方 demo 看过影蜘蛛。哎、欸，又动不了哎、欸，这个雷，这个真的太爆了。干、欸、没有这影是连动都不能动哎、欸，太难了吧。都怪你要挂了。好，我们请龙一来出来 carry 一下。根性冲撞，什么叫根性冲撞？来看一下。哎、欸、干我龙一直接猫哎妈的。太狂了吧。哇、哦、真的这真的很坑哎、欸。怎么这么坑，干猪还不倒、哦、比较寡吧。哇哇 GG。你敢没有热饮，真的是超惨、欸。干，真的是。对，哎、欸，潘多拉安安。哎、欸，这个真的很坑哎、欸，怎么那么坑？没有热饮就是 GG， 看一下，我应该有带。这样才有办法玩啊！都来挖雪山草吧。
是神堡概念嘛？我觉得他有些地方想学神堡啦，但是战斗系统差别蛮大的。没有下回合了。对，超有技术，翻滚完再砍一刀就是技术。大家不要再说自己没有技术了，你只要会翻滚之后按 X 就是技术。草，大哥是这样的啊！我是来偷偷搬蛋的，我都忘记了。猜拳嘛，你要说这游戏是猜拳没错，可是它不是单纯的猜拳，因为每只怪物擅长的属性不一样。简单的讲哈，你把这个游戏的猜拳想成 Pokémon 的属性。你看，你 Pokémon 是不是有鼠修这种东西，对不对？然后这个游戏也有类似鼠修的概念，很烦欸。SDN 啊。对啊，吃汉堡。猜输就怎么样？现在又不是带 S 楼梯。欲望还这么强。